一条河流，见证了这座城市数千年的沧桑变幻。一种精神，升华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与血性。曾经，它是洪水滔滔的流离之地。曾经，它是战火纷飞的革命老区。历经无数次的兴衰与变迁，从洪荒远古到繁荣当下，在那些千年流转的传说与传奇中，在时代的滚滚洪流里，这座城市正远离苦难，迎来复兴。在山东省的东南部，一泓清泉仿佛从天上倾泻而下，一路盘山绕谷，冲向了800里沂蒙山区。河流的冲击形成了广袤的平原，一座城市就矗立在这片丰沃的土地之上。这座城市与这条河流有着相同的名字，沂水。这是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将沂水视为母亲河的骄傲所在，因为早在沂水县这个名字出现之前，一段斑驳的历史就开始了。远在春秋时期，这片土地曾被称为郓，由于战略位置重要，鲁、莒、齐等国先后以此地为中心发动战争，导致沂水两岸烽烟不尽，生灵涂炭。然而，一种生长在沂河岸边的植物却让这里成为了水草丰茂之地，为饱经战乱、食不果腹的黎民百姓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这种水草在古籍中被称为关。在群雄割据的数百年间，沂水岸边郁郁葱葱的关草成为了当地人养家糊口最重要的生活来源，这是沂水河对这片土地最早的恩惠。公元596年，在隋朝政府进行郡县制改革之时，因为沂水河纵横县内，这个地方有了一个与他的母亲河相同的名字，沂水。远眺沂水县城，在河畔的制高点东高岭上，一座八角形的古塔高高耸立着，一眼望尽百年。这就是文峰塔，而它的前身便是为沂河往来船只指引航道的标志性建筑。明朝时期，沂水县数百千米外的开河运河航道建成，沂河与京杭大运河连为一体，从此沂河就担负起了沂蒙地区漕运的重要职责。为了方便漕运，明朝时期在沂水县城制高点修建大小两座文峰塔，为漕运船只指引方向。及至清朝，这里已经形成了千帆竞发、山谷云集的繁华景象。在清代的沂水桑麻画中有这样的记载：沂河入夏，水势平漕，数百担粮食船可以直入运河。沂水成为了当时沂蒙山区对外联系的最主要通道之一。然而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太平军夺取南京和镇江，漕运航道被切断，
以水持续数百年的漕运史就此画上了句号。如今的文峰塔已经落寞而平静，不过这座高塔不仅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也成为了沂水县城与沂河相依相生的守护神。沂水河依然静水深流，而沂水县城作为一座千年古城，在经历过数次的荣耀与竞技之后，正在涅槃重生，奔走在复兴的大路上。在沂水县档案馆中，静静地铺展着一面非同寻常的旗帜。历经岁月洗礼，原来的红色已经蜕变成了深褐色。在旗帜的中间绣着不规则的镰刀和斧头标志，右下角有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英文名称缩写 CCP。 这面旗帜就是目前在山东省发现的最早的党旗。没有多少人能够知道，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上，这面已经被珍藏81年之久的党旗，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艰苦卓绝的时期。1938年4月，侵华日军大举进山东，国难当头，山东地区党组织奋而抗争，举起了抗日大旗。沂水县马头崖村的村民刘洪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干部手中接过了这面一针一线缝制的党旗。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刘洪秀所居住的这个不足200户的小村庄就发展了54名党员。在此后的50年里，刘洪秀冒着生命危险，用尽各种方式保护住了这面比生命还宝贵的党旗。1989年，刘洪秀将党旗捐献给了沂水县档案馆。从此，这面党旗和背后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被载入了沂水的历史，成为了沂水人纪念那段血与火的岁月最好的凭证。党旗如印，烙刻上了无数次气壮山河的殊死战斗。而发生在70多年前的沂水歪头固战斗，就是其中最惨烈的一场。1943年2月26日，日军大举扫荡沂水。当时的祁荣友年仅19岁，是山东纵队鲁中军区2团2连的一名普通战士。为掩护当地群众和兄弟部队安全转移，祁荣友所在的二连面对着几十倍于自己的敌军，毫无惧色地迎了上去。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他们边打边撤，最终撤退到一座300多米高的小山上。这座小山就是歪头固，除北面是缓坡外，另外三面全是悬崖绝壁。
战斗从黎明打到了中午，齐荣友和仅剩的两名战友弹尽粮绝，抱着宁死也不做俘虏的想法，齐荣友与两名战友纵身跳下悬崖。奇迹般生还的齐荣友后来回到了部队，然而他再也没有等到其他人的归来。歪头顾战斗，他的81名老二连战友全部壮烈牺牲。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之后，长达60年的时间里，齐荣友从不愿意去触碰那段悲伤的记忆。然而随着身体一天天变差，在风烛残年里再看一眼那些已经长眠于黄土之下的老二连战友，却成了老人挥之不去的夙愿。有一天呢，在那个宾馆的那个院子里遛弯的时候，老爷子就突然对我说，我想找一下这个山头，找一下这个当年打仗那个地方，说记得呢，只是记得是在沂水县的西北面60里路左右一个山头。老人的儿子和儿媳追寻着老人残存的记忆，走遍了县城附近的每一个村庄和山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终于寻访到了歪头顾。站在山顶，齐志军和老伴儿久久肃立。这里曾是他的父亲与80多位战友浴血奋战过的战场。移山埋忠骨，移水慰英魂。2010年夏天，已经87岁高龄的齐荣友再次踏上了这片让他魂牵梦绕而又满怀悲戚的土地。我要告诉我的战友，这个战斗我给你们报了仇了，刀斩又报仇了。在那个大的碑前面，他讲了一段，就说是那个营长、连长、指导员，我来看你们来了，你们不要怪我来得太晚了，说我今天终于来了，我来看看你们。时光冲掉了战争带来的伤痕，但是英雄不死，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也被每一个沂水人铭记在心底，从未忘却。齐荣友的后人每年都会来到沂水，代替父亲祭奠牺牲的战友。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这面党旗就如同一种信仰，激励着无数人奋勇向前。而那些早逝的先辈们留下的革命情怀和沂蒙精神，也早已渗入沂水人的血液里，如同沂水河一般流淌不息。孩儿他娘，刁鬼可是心毒手狠，骨子里坏，他杀了人你还嫌刀不快？刀快斩不断沂河水，咱军民的情义他看不开。这情这义咱都有。1964年8月12日，毛主席在北戴河观看了现代京剧红嫂的演出，并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在照片中与毛主席握手的演员名叫张春秋，此后他又出演了根据红嫂改编的戏曲电影《红云岗》。
其中的《我为亲人熬鸡汤》选段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电影的热播让红嫂之名传遍了全国，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电影中《我为亲人熬鸡汤》的故事就发生在沂水县。在沂水县文化馆，舞蹈演员们正在紧张地排练舞剧《红嫂》。团里每年都会定期排演一些作品，而这次舞剧《红嫂》的排练尤其重要，因为他们要将这部经典作品带回到红嫂的故里陶柯子村进行演出。周鹏是复排的导演兼主演，但今天的排练他并不满意。周鹏决定暂停排练，亲自到红嫂的家乡去看一看。红嫂是红色历史赋予沂蒙妇女的一个特殊称谓，在那些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无数的沂蒙母亲送子参军，送夫之前，正是他们用柔弱的肩膀同浴血奋战的男人们一起撑起了战争最后的胜利，而红嫂也成为了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沂蒙妇女共同的名字。沂水县陶柯子村是著名的红嫂之一祖秀莲的故里。201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祖秀莲的后人张再昭生活的小院里迎来了寻访红嫂事迹的周鹏。随着张再昭的讲述，一幕发生在沂蒙山区的传奇故事逐渐清晰并完整起来。1941年冬，日本侵略军调集50,000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荡。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侦察参谋郭武士在执行侦察任务途中，与一队日军遭遇，身中数弹倒地。刚刚从山上下来的祖秀莲发现了身负重伤的郭武士，立即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搀扶回家中进行了抢救。在20多天的时间里，祖秀莲宁可让一家人吃糠咽菜，却把节省下的米和面用来悉心照料郭武士。后来祖秀莲又在机警地躲过日军的多次搜捕后，成功将郭武士送回部队医院。1947年郭武士复员以后，心怀感恩的他没有回山西老家，而是再次回到沂蒙山区，发誓要找到当年挽救了他生命的红嫂。功夫不负有心人，1956年他终于找到了陶柯子村，也找到了救命恩人祖秀莲。后来他正式认祖秀莲为娘，并在随后不久把家落户在了陶柯子村，并侍奉祖秀莲终生，直到他于1977年去世。这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极大地震撼了周鹏，而祖秀莲只是沂蒙山区众多红嫂中的一员。随着周鹏听到了更多伟大女性群体的故事，也为他的舞剧创作提供了更为详实的素材。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彩排，舞剧《红嫂》终于迎来了第一场演出。加油！
在红嫂的故乡，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仿佛将观众带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蒙山巍巍，筑起了沂蒙人民保家卫国的丰碑；沂水汤汤，诉说着老区儿女奉献牺牲的大爱。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红嫂虽然都已故去，但他们身上的那种红嫂精神，通过他们的子女以及他们抚养过的革命后代，薪火相传，从沂蒙山区绽放到全中国，并释放出永不褪色的光芒。千里河南腰斩，东海龙王下破胆，绞尽脑汁想妒忌，暗中布下牢笼毯，堵也堵不住，抽也抽不干，请机会天犯了难，犯了难。指挥部，这一段老龙潭里过大年，是沂水人耳熟能详的山东快书，讲述的正是50多年前沂水人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所谱写出的一部壮阔的劳动者史诗。据有史记载以来，滔滔不息的沂水曾发生过数十次大水患，给沿岸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清代文人何采就曾在《麦秋歌》中以这样的文字记录下了其中一次：平地生俱尽，六月载沂树，淫雨七日休，房屋尽倾覆。至今在沂水县龙家圈街道的柴山村，还保留着清朝时期为了祈祷避洪而修建的石楼小庙。为了让沂水流域彻底摆脱水灾带来的苦难，1959年，沂水县政府决定在沂河干流上修建一座水库。11月11日，跋山水库正式破土动工。从26处人民公社及县直部门组织的近6万人开赴到了建坝工地，一幅6万大军组成的史诗画卷铺展开来。跋山工地上人声鼎沸，铺天盖地的劳动号子响彻云霄，汇集成了一曲激昂的交响。
马战镇地处沂蒙山的北端，春秋时期著名的穆陵关就位于此地。在古代，赶路的驿差、商贾都要在这里配备补给。煎饼因为便于携带且保存期长，于是成为了人们的首选食物，而马战煎饼也就此声名远播。为了马战镇一年一度的煎饼节，56岁的村民刘运花已经准备了好几天。对于他来说，煎饼不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他和整个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份煎饼凝聚了亲情，也烙刻上了刘运花及全家人生活不断改善的痕迹。在女儿的帮助下，刘运花也在网上开设了网店，生意兴隆，每天都有数百份煎饼被运送到全国各地。在沂水县，像刘运花这样依靠煎饼致富的人不在少数。浩荡的沂河穿城而过，上亿年的地壳运动造就了沂水山高林密的地貌。在这里，如何创新发展成为了时代赋予沂水的命题。在距离沂水县城西南8000米处的龙岗山山底，有一处罕见的地底世界。旅游观光的朋友，你们现在看到的，今年已经76岁的马延泰在这里做讲解员已经有13个年头。他这一辈子最为自豪的就是发现了这条被称为江北第一长洞的地下大峡谷。1973年，马延泰与几名同乡在龙岗山下打井时，意外地发现，在他们打井的位置存在一个巨大的地下洞穴。经过初步勘测，一条形成于2亿年前的地下奇观出现了。这条峡谷深切近100米，两壁如靴，宽处100余米，窄处仅可容身，地下暗河漫长曲折。这样奇特的地质景观在中国北方实属罕见。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个惊人的发现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打开的洞口被重新封闭起来。20世纪初，中国的旅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发展经济这道难题摆在了沂水人的面前。在2000年之前，沂水县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县，对于旅游资源的开发几乎是一片空白，县里的劳动力基本都是外出打工。面对这样的困境，被遗忘许久的地下大峡谷又重新回到了沂水人的视野。
出的实施。在广袤的这片大地上，蒙山高，以水长，就是亘古不变的坐标。在历史的沧桑进程中，以水城历经千百年，风华犹在。这是一处世代相传的精神家园，这是一种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富有和平实，这是一副宽厚臂膀对责任与使命的担当，这是一份历经无数磨练却依旧在茁壮成长的文明底气。沂水属于天地，属于中国，属于沂蒙山，也属于自己。时代如水，滚滚向前，不复回头，而沂水独有的记忆却永不消失。